杨幂幂的名声在娱乐圈可是超级好的哦。大家都在说，杨幂明明可以靠自己的长相挣钱的，为什么偏偏要靠实力？但是确实也是如此呢。每个人都需要有自己的上进的心。杨幂跟刘恺威的关系一直都被曝光不和，但却不排除两人在后面秘密进展他们的关系，哈哈哈。两人其实挺恩爱的呢。在某次花絮中，看到杨幂挺着一个大肚子站在那里，很多人都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杨幂跟刘恺威的关系闹成这样，然后还怀孕了。都说了夫妻吵架床头吵床为何，这个还算是真实的，所以我觉得怀孕也没有什么可好奇的吧。现在的杨幂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，穿衣搭配也有自己的技巧。看见有人说过杨幂是个很真性情的人，在微博上的谈笑风生是证明。但是我觉得杨幂这个人吧，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超级和蔼的。杨幂真的怀孕了，刘恺威还会选择跟她离婚吗？